哇，这条好粗啊！你这个好粗的这只蛤蟆，哎呦，往前爬呀，它从哪里出来的？哇，这条好粗啊！你这条好滑溜啊！你看，一条好粗的这只蛤蟆，哦呦，你看，特别的粗，完了放桶里面，进去。哎呀，这条蛤蟆真的可以，肚子可胖可白了。嗯，咱说了啊，这附近这些石块咱们翻翻看，这边刚刚退下潮的。 刚过来就发现有一只好粗的蛤蟆，怎么了？哦，你看那边有一些蛤蟆，快过来快过来！你看怎么有土了？哦哟，拿不着它，它上哪去了？你在说啥？跑了跑了！这什么情况？哎呦，它还挺快，可以呀、啊！哦哟，它如履平地啊！在那，你把头踩扁了你。 你看它在没有水的地方也能游，哎，它好厉害，哎，哎呀，哇塞，<笑>加油，你疯了吧？哦，加，啊，给力，刺激，你看。 好长的一条蛤蟆，我又收获了，太过瘾了！我刚刚在路过那个地方，看到一条那样的金色的这个蛤蟆。这边又一条蛤蟆，今天是这个海鳗足了。哇，这边这一条，这种嘴特别的尖，这种也好吃啊。这条还可以了。哎呀，没有让我费那么多的力气，累死我了！刚刚追那条，这边排水口放水了，我们看看，看有没有错。拿点水养了它。 这边小石斑鱼，哎呦，哪来的？在这里。哦呦，看，个头也不小的，一条老虎斑，还不错，可能是被这个水冲上来的，排水口里边排出来的这一条，个头不小。继续啊！哎呦，你看这边这边这个石斑中间有一只不长的八爪鱼，一个大长腿，哇塞，这八爪鱼个头是可以啊，这个脑袋这么多，挺大的。 八爪鱼上货，这些石块旁边啊，我们仔细的翻看一下，看一看，这期的八爪鱼真多呀！哦，你看，那这边这个石块下有八爪鱼，这边这个石块下也有八爪鱼，这一边一下子发现就两只，哇！你看，特别的生猛，你看张牙舞爪的，好鲜活呀！这两只比较活泼，你看，哦呦，哎呦，哦呦呦，砸它脑袋了，两只上货了。 这石块好大，咱翻看看。哦，有货有货！天哪，你看这个，直接这个吸在这个石块底下的，又一条，这边两条，怎么样？八爪鱼又上货了，都是大长腿。咱给收了啊！咱们继续翻翻石块啊，这翻石块真是上瘾啊！这真的不知道哪个下面就会有货呢。这个石块大，看我这个，我把这边那个石头搬开吧。 哦，这个下面好像有八爪鱼，哎，哦，这个石块下面有八爪鱼，看，一条大长腿，不错啊，下面还有个大石块，这个咱翻看看看啊，一鼓作气，下面有货吗？哇，哎呦，哦，太重了，小螃蟹，哎呀，加油，啊，哎呀，好多喷水啊，哇，我这石块太重了，弄不了了。 跑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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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下去了，我弄不了了，被这个石块。快快快，快起盆，快起盆！哦，快快快，收获收获！我的天啊，我感觉我抓不完了，下面都跑下去了，冲下去了。啊，这边还有一条。 又一条，哦，还没有冲下去的，好多啊！不错不错，这一窝好多这个八爪鱼，真的是太过瘾了，这一次发财了！哎呦哎呦哎呦，哇塞，它想咬我！
哇，看那管道底下，嗯，那条大石蛙呀，上岸了，别让它跑了。哎呦，哎呦海，哎呦海，哇，一条大石蛙，大石蛙怎么不动了？嗯，哎呦海，上，我的眼睛，趁它没反应过来，把它带走。一条大石斑上货，哇塞，它一直鼓腮想鼓起来。哟哟哟哟哟，哇，两个大龙虾，它是口冲出来的吗？哇塞，好久没有一起抓两个龙虾了，两个大龙虾，收收收，今天又上大货了啊，刚来一条石斑鱼，两个大龙虾。哟，看这是个什么鱼？比目鱼，嘚啦！比目鱼，比目鱼里的蝶鱼，像飞蝶一样啊，它的尾巴像蝴蝶一样，它的鱼鳍，说说说，看、啊、还张嘴，骂街呢，看、啊，收着。呦呦呦，翻到了！你瞅那里，嗯嗯，哎海。这里还有一条，你瞅瞅吧，这种鱼啊就爱成双成对的。嗯，哇，这个鱼鳍好像更完美一些哈、啊、更完美。哦，比刚才那个要好看。嗯，这里趴着两条大海鳗啊，哇、哦、在这个小水坑里，哇塞嘞，看，哎海，哎海，哎呦，还挺活跃，不如抓它尾巴来看看，看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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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两条大海鳗，撒，收收收，放到桶里。哎呀，好粗啊这个海鳗，一个得有二斤。看那儿，来，知道吗？这里，哇，一条，一条，一条，哎，这叫公鱼。哎呦哎呦哎呦好。哇塞，他想咬我，张着嘴想勾我，费劲是吧你？哇，好猛啊这个鱼。哎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和一朵花一样。哎呦，哎还是个小八爪，小短腿八爪鱼。看它这两边都有两个金色的圈，小金梢。这个好吃。嗯，这个脆。因为韩国日本的刺身直接就吃这种小短腿，活着吃，说日本人多么残忍，他们以后还敢活着吃？谁知道？哎呦，这一条小鱼，他们啥？哎呦，小螃蟹。日本人啥都想吃。嗯。日本人不吃羊肉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嫌羊肉。因为羊肉生吃不好吃。放在管道底下，发现了小鲍鱼，还有小海螺。哇、哦，看，顶盖肥呀、啊！这还有鲍鱼，瞅瞅，哎呀，鲜嫩鲜嫩的肉，瞅瞅，收着。不是，嗯，哇，一条长腿八爪鱼。是在这里边爬出来的，是啊，嗯，哇塞，长腿八爪鱼，收。看看这底下还有没有？哎呦，哎呦，嗯、哎呀，嗯，三条，哦，还一条小短腿，看到吗？那条小短腿洗的是，小短腿的肉，生吃。哎，他的伙伴来了，啥呀？白鹭的伙伴来了。看看他的手的，终于等来了。嗯、如果这就是爱情，看到有两个大螃蟹，哎，赤甲红，我收着。哎呦，你、嗯、看，抱住了。嗯，来海。哇，这个颜色，好漂亮，收着。